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节，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做园的人，既然连在我的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剪起来；既然结果子的，伊就收予伊清去，予枝结果子搁较济。三节，现在恁因为我所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去了，恁就常常踮伫我的内面，我也常常踮伫恁的内面。枝若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就袂当结果子。恁若无常常踮伫我的内面，也是安尼。五节，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。踮伫我的内面的，我也踮伫伊的内面。这个人就坐坐结果子。因为离开我，恁就袂当做什么。人若无踮伫我内面，就亲像鸡，迄伫外面孤单。人捡起来，迄落花小气。七节，恁若踮伫我内面，我的话也踮伫恁的内面。既然恁所爱的祈求，就甲恁成就。恁坐坐结果子，我的爸就因为安尼得到荣耀，恁也真做我的门徒。九节，我疼恁，亲像爸疼我一样，恁就踮伫我的疼。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要踮伫我的疼，亲像我遵守我的爸的命令，踮伫伊的疼。十一节，这个事我已经对恁讲了。是要让我的欢喜记在恁的心内，也让恁的欢喜谈满满。恁都互相相疼，亲像我疼恁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着朋友献生命，人的疼心无比这个较大的。十四节，恁若遵行我所命令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后我无阁请恁做奴仆，因为奴仆毋知主人所做诶事。那是我请恁做朋友，因为我对我诶爸所听起诶，已经拢甲恁讲啦。毋是恁敬我，是我敬恁，阁分派恁去结果子，互恁诶果子固定伫地，互恁奉我诶名，无论对爸求虾米。伊就赐予恁，我用这个命令恁，是要让恁互相相疼。十八节，世间人若怨恨恁，恁知影，伊也未怨恨恁，已经大声怨恨我。恁若属世间，世间要疼惜家己的，只因为恁毋是属世间，就是我对世间中拣恁出来。所以世间就怨恨恁，恁就记得我以前对恁所讲的话。奴仆未当大过主人，因若分别我，也要分别恁；若遵守我的话，也要遵守恁的话。二十，但因为我的名，要对恁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因毋捌迄个找我来的。我若无来教训因，因就无罪。但现在因的罪无通提示啦。怨恨我的，也怨恨我的爸。我若无伫因中间行别人所毋捌行的事，因就无罪。但现在连我甲我的爸，因也看到，也怨恨。二五节。这是要应验因的律法所记的话，讲因无因果怨恨我，但我要对爸遐找保惠师来，就是对爸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伊来就要为着我做见证，恁也要做见证，因为恁对起头就教我伫地。